这戏有很多前辈一开始看到我演戏都问导演说，他是真的这样子设定角色的吗？动物演员当然一定比演员还会演啊！这个戏的主角是演员，是动物。对，因为在戏里面通常喊演员，不是喊我们，喊演员就是喊动物来这样子。我们是男的女的？我们是两男一女，一男一女这样子。Okay. 但是他就看起来不太好样子，我就带回去养啊。然后总之就是看山上有什么，然后他如果掉下来，我就会养一下。然后通常养一养，他们好像都。就是自己好，他们就会自己消失。他们有一天就会自己消失，就自己回去了，这样子。那你会不小心捡到别人的动物吗？就是真的是人家养的，但被你捡回家。我哪有？没有，但是就是有时候出门的确会有一些动物会一直跟着我，然后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说没关系就养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带很多东西回家。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。